OK，Hello，、okay. 大家好，安迪伯利好汤介绍又来了。今天到你带你们来到这个 Mount Austin 南洋街 Polosion 中国兰州拉面哦，哇，这个也是清真的食品的。我们新山的人太好了，不用去到兰州这么远，来这里都能够吃到它的牛肉拉面。我们进去里面品尝品尝，来，大家跟我一起来。安迪伯利今天来到南洋街的啊，兰州牛肉面。这个 Polosion 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这里呢，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是他们主要的是从兰州来的，那这个师傅就是我们的马师傅。请问马师傅在马来西亚多久了？哦，来三个月了。三个月了。哎，听说马师傅这个做面的经验非常非常之久哦，多少年了？三十多年，快四十年了。三十年到四十年了、哦，来讲一下你们兰州有所谓的非常特别的食品是叫什么？食物啊，叫什么名啊？兰州的最出名的就是牛肉面。牛肉面啊，叫牛肉面。那个兰州的叫牛肉面，出了兰州以后就叫的牛肉拉面。师傅一天可以拉多少斤的面？这一个面团了、啊。这个我们的师傅一天拉多少多少斤啊？多少？多少？哎，不容易哦。多少个面团？手会不会酸？也知道啊，马师傅他们跟着一家人，就是一百份，太太跟儿子也一起来到这里。在马来西亚生活，我们马来西亚可能有福气啦，有机会吃到兰州的牛肉面，非常的棒啊。OK， 关掉电视。马师傅，你这个捏这个面、这个面粉、这个拉面呢，一天多少斤啊？一天六十斤左右。六十斤啊，大概多少碗面呢、啊？两百碗左右。两百碗。到星期一到星期四人少一点。星期五到星期天三天直接忙死。忙死了，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哦，像你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你们大概一天卖多少碗呢？就三百多，将近四百碗。哇哦，嗯。上面四十斤牛油，然后两个调料包子，然后下面四十斤新鲜肉，又是四十斤骨头，牛骨头、新鲜骨头、新鲜肉熬的，要熬六个多小时。对，看，看这肉。哇。看这是。全是新鲜肉，不是炖的。牛骨头汤熬的，或者是什么辣椒吗？辣椒有啊。啊、嗯，是。穿牛肉串。哇，这牛肉串，让拿过后就拿来烤。你一天要做多少串呢？一天得一百多串。一百多串都卖完吗？对，当天就卖完了。哇，马上就没有卖了。有这个有腌过的吗？对，有腌过。嗯。烤羊肉串和牛肉串。羊肉跟牛肉串有什么特别吗？你说跟你们的做的东西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调料都是从国内运过来的，从中国运过来的，运过来的，当地没有。哦，就是你们配这种料是这里找不到的。嗯，对，是我们主要的料。我们只是讲主要的料是什么？是什么料？原料是这个。这什么呢？这是特制的腌肉的料。哦。这个辣椒粉是吗？对，辣椒粉也是国内的。哦，也总之就是你们特别配制过来的。大家记得来到。Mount Austin 南洋街 Polosion 中国兰州拉面，大家要记得来吗？好吃啊，它东西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OK， 老板欢迎大家来看看一下马师傅三十多年经验的手法来做出来的啊啊嗯，师傅介绍的凉拌牛肉，冷冷的哦，嗯，那牛肉片你看薄薄，切得非常薄，哎呦，它咬劲非常好，非常软。哦，他们肯定腌制的非常好吃，它辣椒味，嗯，好吃好吃，凉拌牛肉好吃好吃，加上它的菜，嗯嗯 ，yummy， 好吃好吃，嗯，特别腌制的羊肉串，这些腌料是从他们兰州来的，本地没有，就是进口兰州的腌肉啊，他们的腌料从兰州的，所以你看他们腌料拿在烤，嗯，它的肉不会硬硬的，很好咬，嗯。小片，老人家都可以来吃。大家记得安迪伯利爱分享安迪伯利的好康介绍，大家你们记得帮我来分享好不好？我们再见了，再见了，记得安迪伯利分享。OK， 拜拜，五、四、三、二，拜拜。